各位观众，我是陈国旭，我是安省的旅游文化和体育厅的厅长。2013年的学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恭祝各位观众学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再一次是恭祝大家这个蛇年来的，很快来到了。蛇年就是当然快乐啦，身体健康，多谢。